一个凌晨十二点才营业的西餐小餐。哎，老板你好。哎，来了，帅哥，今天终于抓到你了。好，来一个小段服吧。好嘞，68一份啊。咋每天穿这么晚呀？哦，我做的西餐呢，我就过的是西方的时间。溜的。先搞点小蔬菜，再炒一炒当配菜。谢谢您。哇，这配菜好丰盛呀。啊，对，这是安格斯独刺的。嗯，小段。哇，好大一坨啊。但不会是合成牛肉吧？不会不会，可以放心吧，燃气的。哎，帅哥喜欢吃几分熟的？来个七分熟的吧。好嘞，打的黑椒，打的海盐，迷迭香蒜子，是牛排的灵魂。帅哥来个白兰地火焰吗？哦，可以。哇哦，这个好爽啊！哎，老板，我能加你一个联系方式吗？下次还来找你吃。熬制的那个秘制的那个黑椒酱。好。啊，帅哥，酱油牛排好了。好，谢谢您。老板还给我整了点心，我觉得这一份68真的超值，吃起来有一种嚼劲的鲜嫩，超香。